所以那老太太又是而且还是跟我爷爷有仇那个应该是你相信他吗我爷爷的事我不知道那小孩子的事能不能再见见那老太太把你爷爷和谢兰的事都问清楚他又没手机怎么找啊写书法老太婆不是那一路的那做梦现在睡不着而且有网路哦随时都可以连信不信我揍你我又怎么了不知道但你看他眼神我看很不爽看汗毛都竖起来所以大约要怎么找到那老太太那种东西哪是说见就见得到见到了在哪在你爸的鱼店喝酒大小便喝的啊寒天还演大小便是我们房东你还记得啊我那块土地就在路旁边那个啊那时候我还走吧一啊起来叫你起来听见没有我有话要说爸不是不是那太没有礼貌怎么可以这样对老太太土一勇认为曾江奶奶喝太多了他决定进行劝说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不礼貌的学生啊是我房客的小孩啦姓曹曹光彦是医生啊你看到没你看到没啊他今天变本加厉的喝啊他一直都跟空气自言自语他喝太多了是不应该对啊走啦不喝了要走了别再喝了看到这家伙代表你快喝挂了我掰不出来了